我也是看到新闻才知道，我还有密他哎、欸，没有多问什么，我就是一句宝宝还好吗这样子而已、嗯。对，然后他也跟我说很好很好，没事这样。毕竟我觉得状况也是不太一样，他们如果是真的是像报道那样的话，我就觉得本来感情的事情就没有办法控制。如果真的找到自己幸福的话，那很好。我也是看到新闻才知道，我还有密他哎、欸，真的哦。我说还好吗？这样，对我问他没事吧什么。然后他就说，嗯，很好，这样，就是我觉得，因为我跟香私交也不错啊，所以就我，因为我不知道现在内部的状况，所以我也是看新闻，我跟大家一样看新闻才知道的，对，所以我也不太知道说，哎，现在球团是会怎么处理这些，我就，因为毕竟我现在在毕业了嘛，所以我不知道，最后会是什么方式。他毕竟处女座啊，其实处女座是心思蛮细腻的人，然后。我觉得影响情绪最多的都是留言，就是不要去看一些新闻报道下的留言。对，对对对对对，我觉得那个可能会让他比较受伤，所以我们都会去关心这部分，但不会对于事件有过多的问候。对啊，所以我也没有多问什么，我就是一句“宝宝还好吗”这样子而已。对，然后他也跟我说“很好很好，没事”这样。我们是有敬爱令的，就是因为他会希望大家不要把焦点放在这上面。对，因为他们球员有他们的工作形态嘛，然后大家可能会因为一直有这种新闻，然后特别模糊了焦点。不是，我不认识。没有互动过。我们的休息室都是很远，我们没有跟球员有触碰的机会。嗯，那你会对这样子类型有点？哎，不会。那我喜欢就是不要，最好不要知道我是谁，就是那种跟这个。行业没有相关的，对对对。就是林香，那我觉得他算是个特例，也不知道公司现在怎么样，就是一切都是等公司那边在处理。最近比较开始愿意出来交朋友，我之前其实蛮封闭的，然后我自己到最近就是可能朋友生日或什么，我就会比较愿意去参加，然后也开始比较有机会认识新的人，所以也许未来哪天。我期待你的好消息。对，我也期待。啊、我们今年七夕是一起过的、欸。对，就是去参加别人的生日 party， 然后他买玫瑰花送我。对，如果是男生我就爱上。我觉得是调整心态啦，因为我觉得遇到任何事情，如果不自己救自己，没有人救得了你。对，我后来就是觉得，我好像不自己好好调整心态的话，好像别人说再多也没什么用。对，所以我现在就是算调整的不错。那时候，毕竟我觉得状况也是不太一样。对啊，那他们如果是真的是像报道那样的话，我就觉得本来感情的事情就没有办法控制。如果真的找到自己幸福的话，那很好。对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雄狮欧巴桑陈美宏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李佳贝祝贺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。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！生日快乐！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